耶稣将近到耶路撒冷嘅时候，见到座城就好伤心。但愿今日你会知道有关你嘅安危嘅事，可惜你睇唔到啦。日子就快到啦，到时你嘅仇敌会捉起土垒，四面围住你，到时佢哋就会消灭你噶啦。你同你嘅儿女，这个城每一块石都冧晒，因为你唔认识上帝眷顾你嘅时候。